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阿丸公顶者，我是中山大学气管系的教师佘建元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讨论基础经济学所会用到的数学技巧，基础经济学所会用到的数学技巧。今天呢，我们这一讲呢，要讨论什么是微分的概念哦，什么是微分。那微分呢，基本上我们是要用来讨论单变数非线性函数的斜率哦。斜率呢，我们上一讲呢有跟大家谈到哦，什么是斜率？斜率呢，讲的是说呢，我 x 哦，就自变数呢，每增加一单位呢，应变数 y 会变动多少？那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呢，用的是一个线性函数的例子，也就是说，当我 x 每增加一单位的时候 ，y 呢变动幅度总是一样哦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在求的时候呢，非常简单哦，我就是如果它是线性函数的话呢，各点的倾斜程度都一样吗？所以我就可以随便拉一段距离哈、哦、，x2 减 x1 哦，然后分子呢，吼就放 y2 减 y1 吼，所以就 y2 减 y1 除以 x2 减 x1。可是呢，如果你今天碰到非线性函数的情况下呢，哦，那这个情况就会变得很复杂了。好，我们这边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线性的函数。那非线性的函数呢，它有个状况就是各点斜率都不一样哦，各点斜率都不一样哦，所以说，比如像说我们这边看到了从 x1 变到 x2 哦，那应变数呢，哦，从 y1 变到 y2， 哇，你看看从这边呢到这边哦，整个线是什么曲线的，所以那个倾斜的程度是会变动的啊，所以我们就不能用过去哦，我们在上一讲呢谈到斜率的概念来讲这个来算这个斜率哦，比如像如果你用 y2 减 y1 除以 x1 减 x2， 那这样子表示的斜率呢是什么呢？是不是这一点上面的斜率呢？很像也不是，是不是这一点上面的斜率呢？很像也不是。哇，那这时候就会碰到个问题来，那你怎么样来定义斜率？哦，你怎么样来定义斜率？哦，你不能跟刚刚一样啊，一个线性的函数啊，哦，直接 y2 减 y1，y2 y1， 你怎么拉都没关系，反正各点斜率都一样。这个时候呢，各点斜率倾斜的程度都不一样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怎么来定义斜率？我们这时候定义斜率的方式呢，就变成是说我定义这一点上面的斜率。那这一点上面的斜率要怎么定义呢？哦，如果我们照我们刚刚讲的 x 每增加一单位。哦，假设 x1 跟 x2 的距离刚好就是一单位，你看看增加一单位过来的时候呢，我的倾斜程度都变了啊。那这个到底是这一点的斜率还是那一点的斜率？哦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用 x 每增加一单位 y 的变动率是多少来定义斜率，我们就会说呢，用 x 变动一点点哦，非常非常非常小的这个一点点 ，y 呢会变动，那当然也是一点点哦，可是它还是有变动嘛哦。变动的这个倾斜，这个变动的这个率呢，来定义斜率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就会定义这个斜率，就是这一点上面的斜率。这一点上面的斜率呢，指的是 x 变动一点点 ，y 也变动一点点的这个时候的变动率。哦，那这个东西呢，过去可能大家在高中哦，或者甚至国中数学的时候就学过了哈。这一点上的斜率呢，刚好就是这个切线的斜率。哦，这个切线的斜率。哦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讨论斜率。那下面最后一个问题说啊，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，我怎么来计算斜率？好，我现在因为我要谈这一点切线的斜率嘛，我就不能用 y2 减 y1 除以 x2 减 x1 来定义啦。那怎么做呢？哎，我们可以先这样来想，什么是斜率？再复习一次。好，我们这边呢画一条曲线出来，然后呢，我刚刚说 y2 减 y1 除以 x2 减 x1 嘛，哦，就是这个东西啦。哦，上一讲我们有提到，哦，这个就是斜率。可是呢，如果你算这个东西是斜率啊，你可以看看啊，这个斜率。是不是这一点上的斜率？显然不是吗？是不是这一点上的斜率？显然也不是啊。那是谁的斜率呢？你可以看得到，可能是这个曲线上面的某一点的斜率。可是那个不是我们要的东西啊。我们要的东西是什么？这一点 x1 y1 的斜率啊。那怎么办？有一个 idea， 这个 idea 是说，你知道这条线，我们说这个叫割线，然后割线这条割线的上的斜率呢，不是这一点切线的斜率。可是你知道，当 x2 呢，把 x2 跟 x1 的距离拉近，把 x2 呢慢慢慢慢的往这边拉 ，y2 慢慢慢慢往这边降，这条割线呢就越来越接近了这一点上面的切线。哦，你可以用这样来想，哦，你可以用这样来想，那这样来想呢是什么一回事呢？哦，我们说这个叫变动率吗？然后我们这样来想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你看看，我们看到下一个图，你看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的 idea，x1 跟 x2。哦 ，y1 跟 y2 哦，这边有一条割线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把这个 x 呢慢慢缩到 xs 啊，这边呢变成 ys 啊，这个割线呢就会慢慢慢慢的移动到这个红色的这个切线。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求这个 a 点上面的一个斜率。哦，所以你放大这个地方，你看看，
如果说当我这个线呢越来越接近，越来越接近是什么意思呢？把这个点无限放大到很细微的时候呢，放越大哦，就是也就是表示说这个 x1 跟 x2 的这个距离呢越来越细，那你知道这个割线呢就会越来越接近这个红色的这个切线的斜率哦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用数学方式来写它。通常呢，我们会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写哦，小底 y 除以小底 x 哦。dy dx 哦，现在我们就不是用 y 2减 y 1，也不是用 x 2减 x 1哦，我们用小 dy 跟小 dx， 这个表示说呢，这个 y 2 y 1离非常非常近 ，x 2 x 1离非常非常近，那用这个方式定义出 m。好、哦，那这个东西呢，我看你看，我们就这样写了 y 2减 y 1 x 2减 x 1嘛，那这个 dx 呢，哦，其实应该是写成 x 2减 x 1非常趋近于零，可是这样写会很复杂，所以我们就写三角形的 x 非常趋近于零，表示说这个。非常的接近 ，x2 跟 x1 非常接近 ，y2 也 y1 也非常的接近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我就可以再继续把它写啦。哦，你看我说 dx 是什么 ？x2 减 x1 嘛，所以你就把这个底下这个分母呢换成这个样子。哦 ，x2 减 x1 呢 ？x2 是什么？就是 x1 加 dx 嘛，三角形 x 再减掉 x1。然后呢，上面是 y2 啊，可是 y2 是什么 ？y2 是一个函数嘛，哦，你就是把这个 x 带 x1 加 dx 带进去这个函数 h， 你就跑出 y2 出来啦。那带 x1 进去呢，就跑出 y1 嘛，带 x1 加 dx 进去就得到 y2 嘛，哦，你就把它写成这个样子。哦，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子一个想法呢，这样子一个概念呢，来求这个红线，这个红线切线的斜率，这个东西呢，就叫做求微分。哦，所以微分呢是用来求一个非线性函数呢某一点上面的斜率哦，这个就是求微分的概念。不过呢，有些特殊的例子啦，哦，通常我还是要交代一下哦。有些情况是我没有办法求微分的情况哦，比如像说这种函数有断点的情况哦，我在这个 x1 跟 y1 的这一点呢，这一点跟这一点是没有办法求斜率的。为什么？斜率是什么？我们说斜率在讲在x 的点上呢 ，x1 的点上变动一点点的时候呢 ，y 的变动率会是多少吗？对不对？这个叫做求微分，就是在求一个非线性函数在那一点上面的斜率啊。啊，在这点上面，刚好斜率没有嘛？哦 ，x1、y1 你变动一点点，它就哇瞬间移动过来，哦，就瞬间移动过来啦。啊，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没有办法定义什么叫 dy dx 啊，哦，很难定义的啦，哦，因为它瞬间移动了嘛，哦，所以在函数有断点的情况下。这个呢是没有斜率的定义的。那另外一个情况是叫做有凹折点。什么叫凹折点？哦，那个 x1 y1 的这一点哦，我们说这个微分是什么？求一个非线性函数在某一点上面呢切线的斜率啊，哦，切线的斜率啊，啊，这点上面有没有切线？没有啊，它就是个三角形出来了一个凹折点嘛，可能是这个样子，可能是这样子，可能这样子，你也不知道哦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你也没有办法定义什么叫做微分呐，啊，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定义这一点有个条切线，然后这个切线的斜率是多少，这个是没有办法求微分的情形。好，哦，所以这一讲呢，大概跟大家讨论呢，哦，跟大家讲解什么是微分的概念哦，希望这样讲解哦，大家能够清楚哦。我是中山气管的佘建元，我们下次见。